非常之大胆，对，此生穿过最大胆的衣服。Hello， 明秋的朋友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曾婉婷。我现在在新竹，对，而且今天的风雨蛮大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透过一个非常特别的奇幻之旅，就是想不到我们可以在火车上面看秀，这个经验真的很难忘。像我身上这一个款非常方便，然后呢你要走也完全不会觉得说有任何的障碍，但是呢它又可以显现你的苗好身材，就是它的剪裁都非常的厉害，就可以凸显女人最美的地方。我想去日本，因为我想去箱根泡个汤，这个天气我最有感的保养应该是我现在都会开始去寻气针，这个现在好像还没有全很普遍大家知道，它就是类似像一个烤箱的东西，但它里面是能量石，然后它就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啊，然后让你的皮肤就是针完以后变得非常的滑嫩。所以我觉得疫情以后我有稍稍偷懒一下，就是靠这个机器让我维持我的身材这样子。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幸运，因为我每一年的许愿几乎隔年都会达成愿望，所以你说我现在特别想要什么愿望，我真的觉得经过疫情以后就是健康平安就好了。 Hello， 明朝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我第一次跟 Jasmine Galleria 合作的时候，那时候是金钟五二吧，我记得，对，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入围金钟，然后印象很深，那次他们帮我准备了两套衣服，哇，非常之大胆，对，此生穿过最大胆的衣服，可是就是很亮眼，因为一套是透肤的，然后镶钻的，然后很优雅，对，然后另外一套我记得是颁奖典礼上穿的黑色，然后就是各种开叉，就是前身 V， 然后脚开叉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看到版面上有很多自己觉得很开心，对，因为他们的衣服啦，对啊。上次搭火车，完蛋了，好问题耶，欸，应该是疫情前了吧，一年前，对，一两年前了，嗯，然后出去玩，然后去花莲，嗯，新竹吗？新竹，因为我自己都。因为其实我本身平常就会收集一些美食，对，我有一些口袋名单，然后其实新竹也有一些口袋名单，对啊，因为想说，哎，好像可以留下来去吃。换衣柜哦，可以跟哪一个女明星换衣柜？哇，这个问题很棒哎，可以跟哪个女明星换衣柜？那选那个派瑞斯希尔顿好了，那个衣柜一定最大。就有一定有超多东西可以换，嗯，我就是希望我可以平安顺利度过接下来进剧组的两个月，对，因为这次的挑战其实蛮大的，然后前置训练其实也算蛮紧密的，嗯，期待有好的作品。